地将登基，中国席地将登基，民主台湾别大意，民主台湾别大意。台湾激进党议员参选人一字排开喊口号，面对中共二十大登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第三任期即将展开，他们要以行动对台湾人民提出警告。因应中共二十大之后呢，台海即将要进入前所未有的凶险局势，所以我们决定在二十大闭幕的隔日，也就是10月23日，在台北举办台湾前锋队护台大行军的游行，要宣示同岛一命、抗中保台的决心，也要拜托我们的所有的支持者，包含这个民众党或者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市议员或者是市长的参选人，一票都不能给他们，才有办法有效的证明投降派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炮口对准蓝营，因为就在习近平大谈统一台湾不放弃使用武力之际，传出国民党传贺电给中共，成了中国官媒的报道素材，宣传台湾地区政党祝贺二十大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6号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表示，在92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而在他提出动武这样子的一个文告情况之下，国民党仍然用膝盖式的思考，还是发了这样的贺电，而不是很严正的提出严正的抗议以及强烈不接受的态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耻辱会永远留在国民党的历史当中。不过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对台谈话，外界各有解读。这个讲两个小视频，把一国两制都省略掉了，就说明这个不重要。你要解决台湾问题，你连具体的方案都没有拿出来，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然后就一直在讲一些很空虚的东西。所以说这场报告我们拿不到任何的实质上的东西，就是某种意义上习近平他是采取一种鸵鸟政策了。不放弃使用武力，我说这没什么特别，几十年来都这样讲，但他们强调的重点是武力不是对付台湾同胞，而是对付外力的介入。就在美中冲突持续，中国外有国际围堵，内有疫情及经济重重难题，打破中国常规形同称帝的习近平如何迈向他的第三任期，国际密切关注中。好，这个10月16号礼拜天哦，中共的二十大，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世界都在看啦，因为就确定习近平的连任之路嘛。可是宰哥，这个习近平的演讲谈话当中，再一次针对台湾，他讲到统一，又讲到哦不放弃使用武力，人都说这样啊，这个话是非常狠的。结果我们台湾的国民党还这样子哦，送贺电过去，是要祝贺人家什么啊，宰哥？孟琪，那不是台湾的国民党，那是中国国民党。好啊，中国国民党内底有即马有分，就是即马朱立伦、傅昆萁因所掌握的，那是就是中国国民党。但是原本的中国国民党内底有一挂台湾国民党，即马拢受到朱家主席、傅家党，就是朱立伦跟傅昆萁的打压。所以国民党要分两个概念来看，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一个是伫个以台湾为主体的这个国民党，啊，这个国民党去受到打压。好，讲到习近平，习近平伊讲两点钟，显然伊的体力有出问题，因为伊通常拢是三点钟起跳，大会啦，最近干呐讲两点钟尔，所以习近平我阿捌讲过，习近平即摆上大的敌人就是伊家己，就是伊的身体。你看伊的手，吼，伊可能在洗油纸，吼，伊的身体无好，吼。另外，伊今仔讲的代志。其实伊今仔讲的代志吼，拢伫个2021年6月，即本伊伫个中国共产党互因内部学习《人民标尺》讲出来。啊，伊几个结论吼，其实 CNN 的记者吼，这个 Selena Wang 吼，讲啊足好个，伊有三句话的三句话的解决啦吼。啊，但是 Selena Wang 伊无做一结论，伊就讲习近平管过党，党管过中国。中国管过世界，意思就是讲，习近平要做世界的霸主啦，这才是最后的结论啦，吼。啊，我倒转啊，现在伫咧台湾，即马朱立伦、傅昆萁因掌握的中国共产党，伊现在伫咧这个时阵，都显然就针对台湾要侵略台湾，要来侵夺咱台湾人的生命权、主权，吼。啊，搁咱的。整个土地要把台湾整做中国共产党要称霸世界的太平洋基地，这种很明显的，但是现在国民党朱立伦部分他的国民党要这样做，我给大家看一下他们两个的 DNA 啦，中国共产党参中国国民党，来看这个图，
因基本上拢强调中华民族主义，这足清楚的。这中华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是一个中国，所以是这个、朱立伦给伊的是一个中国这个原则。啊，因这个原则规定，伊过去几啊千来都是中法一体，就是儒家利用儒家来控制百姓意识。另外，这就是替谁？替这个帝王。啊，即马这个王相，这个、叫做习近平。较早讲中国的革命是换姓，哈、哦，换姓啦。啊，即马叫做换党。所以习近平在2013年开始拢讲姓党，媒体爱姓党，所有拢爱你爱你爱姓，你无姓啊。张梦琪，你去中国，你叫做党梦琪啦。嗯，哦，这苏小慧，你变党小慧，拢无，你拢无事啊，你拢爱说党啊，所以落来你要透过什么？咱台湾人都清楚的哦。过去蒋介石统治台湾，蒋介石统治台湾就是这个中华民族主义一个中国的这个概念，透过什么？党政军特。美学、法教、文经、社会十二大系统控制整个国家，规个叫做党国体制。然后到第个地方派的，吼，啊，然后中央的权势，用地方派的透过乌金的政治，透过高金、高金哦，高金素梅高金啦，吼，迄个是恩惠政治。这伫咱的地方政治，咱伫节目中讲足侪遍啦。咱台湾地方政治，即马。912的议员，拢总有将近69%，是过去威权时代中国国民党，佮只无党所建立的体系。所以我参冠廷伫个地方咧拼，就是要改变即个过去威权时代伫地方建立即个体系。话又讲倒转来，所以政党即马咧看，毋是干呐，咱讲一句话啦。咱即马咧，大多顶一日咧讲，即个新北市什么什么气泡会，咱用一句话形容，叫做穿白衫，吼，挂篮，戴红箍啦，穿白衫，挂篮，戴红箍，这就是规个即马即件选举政治反映到规个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配合伫咧台湾配合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国民党来影响咱台湾的民心，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咱来看这张图，吼、哦，这张图规个政党，吼、哦，咱即马因为所有的代志，爱去转下咱国内政治嘛，即马倾向中国共产党诶，民众党、中国共产党部分及徐立伦的政党，另外亲民党，吼、哦，啊这统促党，啊时代力量半南苗，时代力量唔知徛伫倒位，即马规个保护台湾的主要就是民进党、基进党佮台联党。所以，但是，所以地方，咱地方选举的基础，若阁继续用伫个过去威权时代一个中国原则，咱的地方政治就会去哦，规个抛光或讲不完。啊，另外中央政治咱当然可能，阁回到倒来国际政治，咱大家一直甲大家讲，难免烦恼。咱台湾的问题，唔是台湾人单独面对。咱看这条，这就是安倍一直恐控。2005年开始发展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架构，即马已经发展变成是即个世界民主国家来对抗极权国家的一个。咱台湾，咱台湾就是伫个即个关键的中心，所以咱台湾是徛伫个世界民主国家的底线。但是保护台湾，唔是咱台湾人俩，咱台湾人要保护台湾，就是咱内部的共识，咱爱清除过去有只。中国意识，而且震动，一个一个，敢那虫，给尿出来，尿出来，给拼落去屎壳啊！安尼，咱确保咱台湾的主体性了，咱就咱确保这个世界民主良心的力量来对抗中国共产党这种极权的国家。好，中国这边人家都已经讲到不放弃使用武力了，结果国民党送贺电过去，人家中国官媒还给他们穿小鞋，直接矮化成是台湾地区的政党。啊，那个国民党会欢喜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好，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请教乔慧委员。